晚上的百样史研读就马上要来开始了哈。那感谢天师的，也感谢孙师母大的，也在这边跟大家祝福新的一年，我们都有各方面会有更好的成长哈。那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道路红尘啊，那顺凡如意。那我们的白羊史研读大概可能还上个两次，一次还两次哈，马上要准备过年了。好，过完年后，我们白羊史的课程可能会放到那个线上学院去上哈。那到时候欢迎大家继续一起来学习白羊史。好，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来到了纪元白羊纪元27年1932年，好，那这个地方是要先来介绍一篇，民国21年这个6月24号，这是由光华律师所讲谈的一篇训，来，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一段，好。同年，民国21年的6月24日，主再度降央坛，提出"意气横河贯拳皇"一篇训文。主训共有70句，以磅礴。在一开头的正坛诗就说："意气横河贯拳皇，赤心协力扶汉邦，三国英雄殷仁在，刀劈文丑与颜良。"在主训中，关胜帝君还特别指出，白羊生事是为救天下劫难而来，将来有十大劫难要救。第一节，干旱起，各州府省，谷米谷帕的是难得长生。第二节是烽火无形无影，普天下尽皆化何处奔腾。第三节是蝗虫尔等去问，别省得古时境泥野之情。第四节是水涝不分混沌，夏数月不住点，昼夜不停。第五节天翻地震，怕的是无有烟，一扫荡空。第六节是刀拼大叛周俊，使大魔领谕旨，收尽恶虫。第七节是瘟疫魔把指领，无天下散瘟疫，损害汤生。第八节是饥饿惨不可忍，定都是自己造，有死无生。第九节是魔鬼白日出现，父与子妻与夫各自分崩。第十节还有那古怪大阵，若染着瞬息间，命归阴沉。之后，在同年的9月1日，张法律主也来降坛批训。主训文共有84句，每句10字，共840字的诗句，其中就有针对关胜讲的十大劫难，再做了叮咛。训文中说，十大劫其下界何处奔走？提起来，我老张痛断咽喉，纵然是丁刚体也要磨透。夫哭妻，子哭父，眼泪长流。这个地方是民国21年，民国21年1932年，后续大概形容一下那个时候。民国19年1930是孙师母统领天命那一年，那一年也是近代中国算是战乱最严重，从民国初年开始，然后经过，其实北伐也没有打得像19年那么严重。19年呢，是自己国内的一些军阀最后又集结起来跟政府、国民政府双方对决，那两边的人数。兵力啦，
都接近100万、哦、那后来是张学良东北军投入政府这边、哦、就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另外一边就兵败如山倒了、哦、那、因为两边实力差不多的时候，只要东北军50万嘛，那带了30万进来投入，那这个胜负就差不多了，就决定了、哦、但这一场战役主要就是在山东啦、河北啦、还有这个华北这一带打，嗯，那是很严重的，刚好是孙师母统领天命那一年、哦、那双方打下来死伤很严重，恐怕有将近100万吧，几十万人、啊、跑不掉了、哦、那所以这场战争打完，终于把军阀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哦、因为军阀就是北伐那时候还有一些没有真正用武力去解决的，最后就在这一场。好，那到了民国20年、21年算是比较平定的了，大概剩下来的内乱打仗没有那么像之前那么严重。不过这个时候哈、哦，官阀吏主降下这一篇，他跟我们预告说未来啊、哦、有十大劫，啊，从干旱、烽火、蝗虫、水涝、风雷、刀兵、瘟疫、饥馑、魔鬼，还有古怪大阵，啊，就是很奇怪那种病啊，大概吧啊、哦。那像这一些，后来几乎都一一应验，很可怕的。这些十大劫啊，这十大劫就是由官法立主来这个降坛跟我们预告，这个是比较特别啦，也比较少见的啊。那法立主一来就是意气横河贯前方哦，那个官来法立主义薄云天嘛啊，赤心忠胆啊，这个是协力扶汉邦啊，很多三国的英雄只有他今天还在，今仍在啊，刀劈文丑也能讲到他当年啊。那好，我们看看这一个，这个就是官法立主的，他的训啊，训叫做挟天伏魔大帝。我讲到伏魔大帝啊，法立主有一次降坛就说，他是伏魔不伏冤、你个人的冤亲债主还是要个人去了、哦、那自己造的因果还是要自己了。伏魔、他来伏魔，他不伏冤、那好，最后还叮咛说这个是天机，我对你一一讲醒、哦、是这样，就是这个十大劫是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天机，因为他不忍众生生灵涂炭，所以他就来跟大家预告、啊而且过几年就闹得很凶了、啊哦、不立德不练性难出此坑，要正修实练、要立德立功立言、哦、好，那我们看看、哦、这个同时这个法立主啊，张飞因为桃园山结义嘛、哦、这个法立主也来了，这个叫做张法立主，丈八长矛直手中、哦、这个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他这个地方、哦、他也说他是来谢天机的，来讲十大节的，来我们从这边奉赐子下姚阶这边开始读一下，来，奉敕旨下姚阶天机泄露，诸贤士大众们细听根由。我二哥字庚子，劳碌已久，为救劫，常焦躁，汗马心愁。我大哥为救劫，泪湿袍袖。我四弟为救劫，
到处逛游，谁不知我老张性如烈火，为救劫俺也曾软口温柔。昔年间那劫数您也遭受，为什么不回头不把得休？尔莫非金刚体钢铁打旧，虽顽石到如今也该回头。因凡民到罪孽，上皇震怒，人生年定劫运，得地而收。普天下狼烟起，不久不久，有魔兵与魔将正在动头。霎时间五阳鬼领兵奔走，取关口夺城池骨灰山丘。新妖法取恶命领头而受，任奸淫任强掳忍入含羞。坏大道乱人伦乾坤引诱，中华地闹得个无尾无头。安策划定巧计，谁能试透？因国运气数道有此缘由，十大劫旗下界何处奔走？提起来我老张痛断咽喉，纵然是金刚体也要磨透。夫哭妻子哭父血泪长流，有黄金和红粉肉烂骨朽，我看您玩梗背何处奔头。倒汉烙鸡受恶瓢人把人诱，鹅毛片六尺深冻死荒丘。山又崩地又裂不久不久，先瘟疫后水火愁也不愁。有蟒蛇寻人吃不分老幼，有豺狼与虎豹齐把人收。山妖精水妖怪齐把人诱，有雷劫和冰雹早已安愁。此劫去波劫来何处奔走？古堆山失田货，斜水长流。好，这个后面讲的各种灾劫比前面的观法力主讲的那十大劫还要可怕哈。如果仔细给他读一读，还有蛇来吃人，还有豺狼虎豹啊，山妖精水怪等等啊，其实也有可能是一种形容了，就是未来会很严重。果不其然，我们知道这个26年就有8年抗战，你看那个南京大屠杀那有多严重，30万人就这样被活活不是坑，把你挖个坑埋了，就是杀人头比赛嘛，就是杀人比赛嘛。好，用那个武士刀来杀人比赛，好，很可怕的啊。所以这里不止在印证十大劫，还讲比这个十大劫更可怕的东西啊。不过这个也很特别，在民国21年啊，那时候国民党主政正在做叫做训政时期的建设，还有那个年代被称为黄金十年，叫做 Golden Decade， 就是说国民党在大陆可以执政的十年，就是那一段时间，算是比较就是从1930年以后就比较稳定，很多建设都有在动，没想到当时先佛来讲这么可怕的事，好。那这个后面我们就不念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啊。这个好，那这个地方是后面做一个收尾哈。那后续就直接讲一下，这里就是说从19年到28年，这个我们现在呢，师尊师母的传道足迹是透过那个方志的记载。好，
就是大陆在1980年以后开始编方志，新的方志里面呢会有一篇叫做公安，公安大部分都会写当年到处他在取缔这一些什么，反正不止一贯道被取缔啦，很多当时的华北的秘密宗教啦、结社啦，通通不准啊，通通被取缔，都要出来登记就对了。所以上面就记载了很多当时前人被办到的情形，包括从哪边有多少佛堂什么都有写啊，还有哪有多少点传师，有的都有记录啊。那后学当时呢，就到中央研究院去。中央研究院有一个近代史研究所，它里面收集了很多大陆出的书，里面就有600多本的方志，从一本一本把它借出来影印，然后就从里面把它按照年代啦、地点啦、省份做一个归类统计，还做了一个很大的地图传道足迹表啊。这个足迹表还在我们的灵隐寺的道史馆啊，大家有去道史馆有看到那个有个中国的地图，然后上面有那个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然后用那个点来代表，传到哪里传到哪里，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那个时间点，那个就是根据这个来的，那这个部分。后学只做了600多本的方志，后来呢，完整的3600多个县志啊，就是方志，哦，方志就是县志了，都已经整理出来啊，有2大本啊，那只是这个后续的工作没有完整的去做它了，就是说，因为600多本就花了好多好多时间用电脑去整理，把它按照时间、地点，然后呢传播的路线来做一个归类这个东西整理好之后呢，有一天那个曾经从美国跑来问后学。那个一贯道脉图解里面的白羊八卦那一位美国教授，因为他修宗教跟中文，所以他中文讲得很好。那他说那时候他想要了解那个道脉图解，甚至想把它翻译，但是因为他来问后学不懂，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始讲易经，那。他很大概有点失望的回去了，买了一套一整套一贯道藏带回去美国那时候他在政大停留了一段时间，做访问学人吧，然后呢买了一大套的一贯道藏带回去美国。那经过3年之后，他再来，他说他在美国的一所普渡大学，然后在那边可能是教书做研究。然后他打算，他有提一个计划，有通过，就是要打算把这一部分3600个方志的所有师尊师母传道的足迹，把它做出来。而且他为什么要用那个学校那个很先进的电脑？因为所有的地名都已经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的中国跟当年民国时代的中国。那这当中有很多的地名都改了，因为后学去天津要去找那个，包括很多地点以前是办到地点都找不到了，所以他就重新把这些当年的地名跟现在地名，给他用电脑去比对了，然后再把这个方志里面记载的所有这些师尊师母有传道的。这些足迹地点，按照年代地点，然后输进去，希望做一个，这个传道地图。哦，哇！我一听很赞叹，
因为后续自从那个论文完成，我就没有时间去做后续，还有3000个方志，要做到什么时候啊？然后他说要做，我就把资料全部抠给他。他已经做这样隔到现在又隔了好几年，不知道做完没有？如果做完，他应该会来台湾再找后续。这些都是标准的西来白洋子。你《弥勒真经》不是有讲西来白洋子吗？他们的传道能力会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叫做点铁化成金啊，是得西来白洋子，香而点铁化成金。他们会做这些你想象不到的这种工作，他们会去研究那个道脉图解，这是我们以前台湾都没在研究的啊。所以讲到这里哦，一贯道脉图解很重要，因为那一位教授就讲说。他为什么要来台湾？因为他知道张天然留下来最重要就是这一本，叫做《一贯道脉图解》，也最深、最不容易懂，里面都是他亲自画的跟亲自写的解释。我们这一次要来挑战这一本了哈，在线上学院，要来讲解这一本。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义，但也很艰难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对未来真的很有信心，因为会有很多很厉害的白羊子包括后学只做了600部方志，就写了一贯道发展史，他将来要弄成3600部方志，全部做完那会是怎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了做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震惊的，会震撼的那个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西来白洋子为什么他有办法点铁化成金？就是他那种传道的方式跟功力，远远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好，我们继续来念这一段，这一页的。由上表一可知，师尊师母在初期的10年间，为了传播这上天的真理，足迹踏遍华北、华中。东北、西南各地，将大道由山东省传播到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河北、浙江、陕西、江西、天津、北平、江苏、湖南、上海、四川、东北各省，尤其集中在华北一带。当时的中国受到列强及日军的侵略，受创最深的地方也是集中在华北一带。师尊由此开展道务，普救众生，正是应着上天盗劫并降，不忍玉石俱焚的此意。而这段以师尊为主画的时期，其特色就是走马点玄。师尊师母在中华大地往来奔波，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大道的传播非常迅速。其次是救劫度众，哪里受劫难最深，师尊就往哪里去救度。好的，走马点穴这4个字啊，看似简单，但背后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来稍微形容一下师尊在大陆办道的情形啊。师尊在道内，大家称师尊老大人，但是在对外那时候并没有所谓的经理这样的名称，在大陆没有看到经理那对我们师尊来讲，他就是称老师，张老师他是为了护道。都说张老师，张老师这个是，在大陆办道时期，师尊要大家不要称他为师尊，只要叫他为张老师这样子。好，那，师尊每到一个地方啊，人还没到，就会有很多想要来得受名师一点，就是师尊钦点。亲自点的人就在那边排队等着，那才能等着
所以那一种，应该这样讲啦，你想想看哈，1930年师尊师母统领天命，到1947年师尊回天，那总共17年，对不对？这17年，师尊老大人在大陆办道，从6个人办到3000万啊，这3000万是我们从方志上去统计，后来也得到，大陆那边一些官方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他们当年因为都叫大家出来登记嘛，你不登记抓到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你登记就没罪，就没事。可是登记没罪没事是叫你要开斋破戒，哈，就是这样子啦，所以有很多人还是顶结啦，我们知道坚持到最后嘛，确实大家都不敢不出来登记，所以刚好好像做一个普查，那到底有多少道亲这样子，所以每个都出来登记了，他们公安就做了记录，原来这么多，原来这么多，这样有的成70%-80%啊，有的香70%-80%这样子，很多很多。所以他们保守估计大概3000万，那这个是跟后学在做，论文的时候，我用600多个方志去，加减乘除去做个预估，那时候得出来差不多3000万啊。好，就这个是比较保守了，就大概3000左右嘛，3000万。那你想想看，他在1930年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讲，回来济宁只剩下6个人。师尊师母，还有2位推车的，2位三才，好，就6个嘛。如果不是一代名师，6个人有办法在17年办出3000万？你想想看，我们都有开荒的经验，你去到一个地方办了20年，还不知道有多少间佛堂，很有限，道亲人数也不见得一定都会办得很多出来，不要说几万人呐，你就说哇，几百万那不得了，才是3000万，所以这个就是印证什么叫做一代名师。一代名师就是这样子，那个办道啊的能量啊，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因为也是上天呐、大开普渡嘛，这个一代名师应运，因为天下神鬼不安宁，就是在等。他们不安宁就在等名师应运，然后名师应运之后他们更不安宁，为什么？因为怕没有赶上这一场。走马点闲就是师尊呢，他很慈悲，他每到一个地方只要他在场，所有要求道人都是希望师尊来点，就是说张老师，张老师，你不点我们就跪着不起来，他们就不起来，就是老大人慈悲，就帮他，就是他来点，所以很辛苦啊。然后呢，点完呢，因为一次来很多人，你点我全部点完要花很长的时间，也不能假手他人。听说那个有一个单位啊，在柬埔寨办华语学校开学典礼。就是求道嘛，当做成年礼，也当做入学典礼。那有将近1000个，他们找了多少点传师，多少办事人员呢、哇，等到点完，弄来也很热嘛，几乎每个人的道袍都湿了，那个点传师都是道袍都湿的，因为那一个人要点很多嘛。那整个过程，那你可以想象。师尊就是这样子，他到处就是去到哪里，这些人都要你点，那你怎么办？那所以走马点闲就是这样，点完就差不多要走了。而且师尊老大人在整个传道的过程，他的交通工具是非常非常差的，就一个轮子加一个板子就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如果师徒2个人，那就他还会下来为徒弟来推车，因为他怕徒弟太累了，就他一个人在推。那这样子，你说啊，不找3个人吗？那这样子，轮子
架了一个板子，两边刚好各坐一个人，可是这样太重，不好推。他一边放行李，一边坐人这样子，然后，绑两根棍子出来当做扶手，然后就这样推，然后再同时再挂一个那个肩带，然后打在那个推车上，就这样推，师尊在上面还可以一边读礼数和解，这个礼数和解读得很透的人才有办法把那个一贯道脉图解画出来写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师尊老大人。那有关师尊老大人办道的情况，我们后面慢慢再来跟大家谈，我们先了解一下他那种辛苦了。所以师尊有记载的他就晕倒过两次，一次是在大雪中，一次是在半道前省巡回的过程，走了一半就晕倒，因为太累了，走马点闲真的太累了，所以师尊老大人60岁就回天了，实在是累坏了啦。就算你已经是成佛的佛体，这样子的披星戴月、走马点闲、马不停蹄，到处这样救度众生，你再怎么铁打的身体，恐怕也没办法承担得了，那所以师尊老大人60岁，老母就带回去了。好，那师尊到底道是怎么办的？名师一点是什么意思啊？那最重要就是名师一点嘛，就是给你点开玄宽宝藏，叫做得道。好，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为的就是要透过求道，点开玄关秘宝，来体现救世的思想。从师尊所改定的求道表文可以看出，每一位求道者在点道前将姓名填入这张名为龙天表的求道表文内，带有点传师于传道时在佛前焚化。表文的内容中有如下的一段：今有亲家顶恩率引宝师潜心跪在，明明上帝连下约切自开天以来，已经三佛之运声明而后，未得天道者，未得天道普传，理义不宁，道统已坠至今3000余年矣。今蒙皇天开恩，正宗终遇于东土，祖师弘慈正派再正于八郡，今时众生涂炭，未得就诊，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会广救无数众生，整起此着普收，有缘总止不去。汤武洪恩尧舜大德坛前，上帝审纳按下神奇巨臂，今有众生等突破尘缘醒悟迷津恳祈，上帝大赐明路尔等，别无可成为限，听供素书以达上文，于尔率众等俯伏百叩。表文中所言，今时众生涂炭未得就诊，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会广救无数众生，整起此着普收有缘种子，很清楚地显示出师尊领天命后传递出上天老母的讯息，是要借由求道点玄关来广救天下的众生。神奇死着指的也正是十五代祖王觉一以来所传授的幕后一着，师尊是要记起这幕后一着，古传玄关来指引一条得救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龙天表啊，因为我们都求得到，求到的时候就会点传师会读这个龙天表啊，这是得到的凭证，也是得救的凭证啊，也叫做求道表文啊。这个龙天表啊很特别，其实
因为后学本身是学历史的，我们曾经，往代代祖师往上去找，找到最早的，那找到最早的求道礼节部啊，那哇，他那个就其实他含藏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哦。那最早的求道表文，它是一整本，叫做礼部啊，就是礼本啊，礼本。那礼本呢，那是始祖，11祖、12祖他们那个年代在用的啊，那是一整本的，从头读到尾就要至少半个钟头，它配合礼节。求道的过程大概要至少1个小时，而且他们那个时候的点道方式叫做炉钵点障，它是用2根芦苇草所做的，那个芦苇草的中间那个芦干啊，叫做炉钵。炉钵呢，用那个用一根那个炉钵当做一个点道用的啊。的一个不是用，不是像我们师尊这样子，直接用我们的中指点，那时候是用一根炉钵来代替，这样来点。而且我们是明示一点，直接就点在玄关宝藏这里。那时候要点10个地方，那每点一个地方，代表你修行一个境界的提升，这样子，哇，那很不容易啦。应该是相当不简单。那代代祖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新的一代祖师上来，他就会有，可能也是上天降的了，这个表文会不一样啊，因为，一代祖师所用的表文，一定是跟着他这一代祖师的啊。那这个祖师归了，到下一代。那个表文多少会改变，有的可能会改变的很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是18代祖、17代祖的话，因为我们所找到的17代祖就是好宝山留下来，但是不完整，他的求道表文跟这个差异蛮大的，我们在想说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吧，那怎么会差异那么大？所以这个还在寻找中，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世尊老大人那个年代用的，而且也这个表文是只有世尊老大人，跟师尊师母同领天命之后，这个表文呢，就是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所用的，所以其中有倾家鼎跟，就是我们师尊跟师母两个名讳啊，然后率银宝跪在那里，佛前嘛，叩求，那求老母慈悲，明明上帝莲下这样。那另外呢，从一个地方可以看出，这个师尊跟师母办道啊，他们是有。先后就是说，虽然同领天命，但是前面17年是世尊，后面的27年是师母，但师母呢，基本上是云起来的啊，就像大地啊，那师尊是就像天，所以他大开普渡的过程，世尊呢，为主，那时期是走马点穴，是17年，好，那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交接的地方，就是说师尊师母会共用这张表文，但是名师两个人，后学是这样子去体会了，不知道对不对了哈，就叫。各位前贤，大家可以讨论啊。
就是说你看这里皇母皇天开恩正宗中仪东土祖师嘛，祖师掌天盘嘛，祖师弘是正派嘛，哈、哦、啊，那这个就是代表掌天盘的位置，祖师弘持，然后再下来这个就是讲，因为这张表文是我们师尊老大人啊那个年代在用，所以这个亲家顶恩，这里是写我们师尊名字，后来师尊师母两个人的名字都写，好、哦，好，那这里有一个再证。再证意思是说，因为他们两位一代名师有两位啊，师尊师母的，那师母接续后面嘛，啊，所以在哪里呢？在八郡。这个有的表文上面这边八会加个土在旁边，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八郡就是四川呐、啊，那。因为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巴蜀之地，为什么叫做再镇？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转折了、哦、就是师尊师母他们两位、先后这样有个转折了、哦、有转折，那地点就在四川，没有错啊、哦、就是民国三十六年嘛，然后师尊回天之后由师母接续嘛，这个接续就是一个再镇嘛，那所以这个，这整个表文就是，你可以看出，它就蕴含着一代名师，有一个，半道的这样子，前期是师尊为主十七年，后期是师母为主，哦，他们交接的地点是在四川，就是，在镇宜八郡这个地方，哦好，这样子给大家参考，因为每个人的解释也许不一样，哦，不过没关系，反正就是，因为这个除非祖师自己来讲，或者是师尊来讲，要不然仙佛来讲，要不然我们也只能这样子去意会、去体会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啊？哈、哦，你就给大家参考了，哦，算是给大家参考，不见得一定就是这样哦，这是扣学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之间的转折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继续来念那个师尊承继十五代祖这一段。师尊承继十五代祖，幕后一着，点全三个传道核心，在内涵上再作为主要诉求，故称为大开普渡。师尊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首定暂定佛规一书的序言中，将大开普渡的因由做了说明。此时也正值三体末节，人心不古，世风颓坏，又兼欧风东来，崇尚科学，先王之纲常扫地，圣人之礼教废始，故而戾气弥漫，阴阳乖舛，变乱象寻，灾异同生，遂至酿成风前未有之浩劫，目下极大之厄运，前贤所谓皆由人造，礼数使然，臣父屋也，窃思上天有好生之德，彼忍玉石俱焚，善恶混淆，于是特降天道，而大开普渡因。序文中可以看出，师尊救世的慈心悲愿即是大开普渡。普渡是佛家用语，意味着将苦海里的众生引渡到极乐的彼岸。大开普渡就代表广救天下众生脱离苦海的意思。但要如何大开普渡，师尊是将传统以来修行者所探究的玄关一窍之开启清楚地展现出来，以作为得救象征，所以师尊对于玄关的内涵与奥秘有如下的说明。好，先等一下哈，我们都知道现在叫做天道大开普渡，叫做大开普渡。好，
那大开普渡呢，其实师尊在世的时候，他做了很重要的一些配套的改革，才有办法，叫做大开普渡。因为我们看到以前大概十六代祖以前吧，你要求道，包括刚刚讲说要点十个地方，叫做十个步骤了，那个点旋 有十个步，十个地方，而且还用一根这个炉火来点，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点道就没有用那个东西，而且只点最重要那一部分，就是直接用点式的，大家都有求过道就知道，我们就不用讲。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因为以前不止这样子，以前你要求道还得要抓阄，就是说它有一个准有一个不准两个，那你要抓，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抓到准，代表上天认为你已经因缘成熟，你可以求，抓到不准那就回去再好好的修，下一次再来。那如果有人一次两次都抓到不准，那不准求了，那他还会再来第三次吗？恐怕就不容易了。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自从师尊老大人接续这个一代祖师之后，他就是为大开普渡做好了铺路工作，很多配套，很多配套，包括你不需要再去抓什么有的同意不同意的问题。那另外呢，他直接也不用带一个什么炉钵，就直接用点式的手就可以来点到啊。那而且这个叫做大开普渡，也是大开方便法门。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道的尊贵就没了，只是他为了大开普渡，所以呢，让佛门大大开啊，有缘快快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要点在明师一点那个地方，叫做玄关一窍？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师尊老大人那个时代才在讲，也不是那些祖师才在讲，其实很早很早，可以一直推到《道德经》里面讲的玄牝之门，是众妙之门。那这个玄牝后来就变成玄关啊。玄关一窍是道教的名词，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要打开的话，就可以打通任督二脉的那种功效，那是很重要，但是找不到它的位置。玄关窍到底在哪里？各种说法。有人在说在肚脐眼那里啊，丹田那里，也有说在泥丸宫那里，反正各种的说法都有。正确的位置是一直等到大开普渡，我们才知道。来，我们读下一段就知道，以前老早就有这些在讨论的这个玄关一窍这个问题。来，我们读下面好了。玄关一窍，人之枢纽，性灵居存之穴，人之受孕，七日一阳来复，先有此窍，故修行家离此即是外法，名为神气穴，又名方寸地，又名生死门。吕祖师曰：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行行，几个物，夜半铁汉自思量，长生不死由人做。佛教称为五恶门，正法掩藏。道教名黄庭，亦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又名知止所。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乃人生之大中之地也。天有斗柄天之中，地有虚弥地之中，
人有玄关人之中，地遥传顺，允直绝中，子师著书体之，有中庸二字，得其指示者，名曰得道。论语有朝闻夕死之赞，子贡有信与天道不得闻之忧。眉山鸾训云，道是路，理是法，千经万典证明他，汉末文章满天下，并无一人知道法，经史人人读，只少一指路便差。二祖神光见达摩后，有诗曰：不知到底依归何，是以神光拜达摩，历雪少林为何事，只求一直躲阎罗。此窍在阴阳上说明太极窝，在八卦为离宫九子，在五行为中央正位。子思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又言君子而时中，君与子相连相正，自古千仙万佛，除非由此而成，是以希望同仁于此大大的注意。好，这一些印证，有的我们以前也常听前贤讲，我们讲三宝也常用啊、譬如说黄钟同理正位机体啦，啊，那生我之门，使我护啦，啊，几个星几个晚有很多了，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啊。但是这里呢，有个共通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不管各宗各教也好，不管各个经典也好，哈，哎，它都有一个，我们如果没有去体会了解的话，那个是属于以心印心的那一部分。好比我们讲的心华那一部分，叫做正华严藏，叫做引直觉中那一部分啊，那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玄关一窍要打开的那一部分啊。所以那个不管是心法，不管是引直觉中的中啊，不管是这个道，或者是我们讲的黄钟通理的那个部分，其实它只是形容的名词不一样了，所指的地方是都在告诉我们，人的身体内就有，本来就有一个叫做被封印住的地方啊。那要那个把那个封印打开来的话，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大开，我们的潜能才会发挥出来啊。那个封印，那个打开的地点就是玄关这个地方。你知道玄关日文叫做岩杠嘛，就是人门一打开进来的那个地方，等于说一个门户啦，入口处啦，这个叫入口处，叫做岩杠嘛。那这个地方呢，代表我们如果说人的身体含藏无限的可能，包括我们的佛性本性也好，佛性上天给我们的这个圆胎佛性，其实它都被封住，感觉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来到人间，他会这样作奸犯科，他会做很多不好的事，然后良心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啊？不是他没有，而是这个良心本来就是很容易，就是好像被封印住一样，封印住，封住嘛，啊，那。但是六万年来，只有等到白羊旗这个时候，有一代名师来啊，他才有办法帮我们把那个封印打开来。打开来呢，这整个人那个地方一开，代表真人被唤醒了啊。真人的特征就是一个字，叫做诚，真诚的诚。真人呢，他的动力来自于这个诚。所以如果没有诚心，真人就动不起来。同样的，真人动起来就有一种感动人心的诚的力量
那个尘呢，在佛法里头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是成就佛菩萨最根本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那个叫做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王师菩提心，你修行佛法什么东西都没用了。那你要成佛，好像蒸沙做饭，因为没有菩提心，那就不可成的。所以这个菩提心也是被封印住，好像。人一得了这个身体，我们那个最重要的那个菩提本心就被贴封条一样把你封住了啊，自己没办法开哦，自己开不了。以前青阳红阳时期你也没办法，你只能修，不断的修自己，然后等到白阳期的时候名师来，你就比较容易被打开，因为你以前有修啊，累积的因缘，你就很容易就开。好，那所以求道就好像把你的那个封印给打开来，好，所以整个人会开始进入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叫做好像那个真人被唤醒，啊，真人被唤醒一样。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一段，然后读到那个未知得道哈，来。以上师尊对玄关一窍之解释，已跨越了早期道家金丹道之修炼理论，不只将玄关一窍视为人生之主宰、灵性之居所和生命的本源，而且以各家隐为之理作为开启玄关一窍之印证，借此来强调玄关一窍的重要性，以凸显出在求道时点开玄关一窍的神圣性、尊贵性。于是师尊就将玄关一窍的神圣尊贵性和老母思念人间儿女的慈母心在求道的仪式中完整地呈现出来，求道点开玄关一窍就成了得救的象征，也是作为灵性回去无极理天与无极老母团聚的凭据。未知得到。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个地方。好，那刚刚有讲到玄关一窍的打开，就像那个封印被打开一样。封印打开的意义呢，不只是得到这两个字。封印被打开啊，那个是千百年，应该说六万年来最重要的，我们所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了，那等待这一刻封印被打开哈，需要有第一个要有名师是最重要的条件，名师才有办法把我们打开啊。那有人说，哎呀，名师十八代祖都已经回天去了，那哪有名师？有，名师只是身体没有，但是他无所不在，化身千百亿。所以有些人不懂说。白羊旗的名师是10800年，不是只有我们师尊60岁，师母呢70多岁，10800年啊，他们的职责10800年啊，一直要到所有的延泰佛子都回理天才交差，所以这一段时间他们还是一样无所不在，只是无形中你看不到。有些人就是因为着形着相，他一定要看到，哦，然后就说，师尊师母都不在了，应该要有一个接续的祖师，要不然怎么大家怎么修啊？讲这种话的人就是不懂白羊大开普渡真正的意涵是，白羊的祖师、老祖师、师尊师母，他们是10800年，应该说永恒的祖师跟师尊师母，所以叫做一代。就到他们这一代就结，就没有下一代了，就到64代就，所以他们叫做一代名师，就是说一代名师意思就是说他这一代就一直会当到10800年，当到所有的阎佛子通通渡回去。那你说，他人不在了，不在只有身体不在，因为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一个，
有生必有死的肉身嘛。你看释迦牟尼佛最后也是要入涅槃，他的肉身也是要坏掉嘛。那诸佛菩萨也是肉身坏掉，但是他们成就诸佛菩萨嘛，就永恒嘛。那师兄师母基本上也是身体不在嘛，但是他们呢，济公老师跟业会菩萨，就是我们天然古佛跟中华圣母，其实他们是永恒存在，他们都存在着因为天下苍生还没度尽嘛，九六阎佛子还没回去啊，他们的职责永远在，所以他们呢，只是没有了身体，反而更好，就是说可以化身千百亿啊，就是哪个地方有佛堂有开班啊，以前有戒窍有开沙的时候，他就那边同时，这边也同时，那边也同时啊，哇，这个就是叫做化身千百亿。千江有水千江月，这样子啊，这就是一代名师，他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个道的整个来源普传当然很重要，而且对白羊起大开普渡一定要清楚了解，因为这边有太多的考验跟锻炼，所以你看，从道场出去的啦，自己办的啦，现在办得很大的也有外表很吸引人的也有各种神通法术的也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那一种历史教育，就是说整个白羊史是怎么走，这个道是怎么办。那是祖师师父们他们怎么办到？他像老师就这样名师一点，超生了死。现在的考验真的也是很多，你看最近又有一个什么，说不可以在网络上怎样怎样怎样，其实那个是，从发出来的那个地方，他们在害怕。现在大部分都是利用这个网络上课嘛，那不止我们台湾这里也有嘛，那边的也有嘛，那边的可能用的更多嘛，所以他当然会，因为挡也挡不住啊，就只能这样子啊。不过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转到线上去？我们以后不会有这样的群组，因为赖的群组也是有危险的，赖的群组有危险，万一这个真的人家抓得到，他是整个就把你抓走了，那我们转到线上去是，透过 email， 你会收到一个连结，那你点进来是在 YouTube， 好像在看电视一样，在上课，那它并不是一个群组，所以上完课大家退出来就散掉了，那他就不会说，我还是在一个群组，而且我们现在的群组有1000多人呢，1100多，这里面龙蛇杂处。坦白讲，我们并不是在批评，各种人都有，也有卖玩股票的来进来这边，推销他的股票，也有说不定也有各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基于互道了，我们是希望说。尤其在讲这个白羊历史，我们希望真正要上课的人，大家进来学习，然后你就是透过一个连结进来，那连结进来，那等到你上完课，你退出来了，那就完全这个好像你把电视打开，你看完把电视关掉这样而已。那谁知道多少人在这边看呢？对不对？所以它是最好的互道方式了，就是说我们基于互道，那所有要进来参加的，我们都会审核。现在有些地区我们不会让他进来，因为比较敏感的地区，他如果要上课，恐怕暂时还没办法，那所以它是有一个过滤的机制，另外有一个筛选。
还有一个护道，另外呢又有它的隐秘性还有方便性。好，那走到哪里就可以学到哪里嘛。好，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在考量的啦，因为未来齁，我们真的是面临的各种挑战很多，那我们的学习一定也要有更多元的更好的方式，然后也更安全，就要更安全。好，那今天差不多了齁。